今天这个外缘为什么放不下？你的信愿不坚定了。所以自己虽然学佛，没有能够得真实的利益，只是在佛门里面修一点小福报而已。小福报来生到哪里想还都靠不住啊！来生若得不到人天果报，你的福报就不能在人天享啊！这个事情都是事实，能不多想想吗？不要把这一生所修的来生到畜生道里面享福，到鬼道里面就享福，错了。所以应当牢牢记住啊，世尊叮咛我们的受持读诵为人演说。这一句话世尊一生当中说了几万遍都不止啊，每一部经都说很多遍啊。一部金刚经从头到尾只5000个字，里面就说了十几遍啊，真正是苦口婆心的叮咛。所以我们学习首先要把欲望降低，我们的心才能够得清净。清净心念佛才管用啊。然后遵从教诲，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。